用多少转多少，是不能旋转回去的设计。固体纯密的质地，有一点黏黏的，是一个很好看的肉桂奶茶色。白底浅唇妹子薄涂就很纯欲了，和我一样，黄皮深唇一定要厚涂，这颜色太日杂了，温柔又好看。有个小缺点，涂的时候很容易弄脏管口，看起来有点邋遢，但。